你别急嘛，你别急嘛，撸啊撸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嘛，那我还可以的嘛。别急，别急，你们别急，刚才我们不是很熟练，现在我们可以来点别的，随便换个阵容，再来个什么？我随便，有没有推荐，兄弟们？你们有没有推荐的？来个推荐的，来推荐的。谁在召唤？好，换首歌了。牛头波比他们一直在刷什么东西、啊、哎，牛头波比真的好捞啊。牛头波比我一回都没玩过，但我觉得好捞啊。我们宝贝鹰给他办了，这红眼镜有点问题。小丑没办了、哎、我给他搬了。嗯，我发现了啊，你们应该是没有什么能。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。什么东西能跟炼金在这里玩起来？大哥你说吧。炼金呢、啊、那炼金不就蛇女吗？炼蛇。哦哦，对对对，也可以炼金，不炼金蛇呗，炼金蛇。非得给你们秀一把，不然你们容易逼逼我。给你们秀一把，来个冲浪高手，灵魂莲华，大蛇，三星蛇，螳螂铁男，我关一个，我大哥孤立无援。我们玩过，我们玩过，你忘了吗？那把那个蒙多啊，我记得，就那蒙多，就是这就是打不掉血那个蒙多。哦。我们俩排到一个蒙多，我靠，那蒙多还要有一万多滴血。然后我们俩玩了一把蒙多，被人家头锤爆。哎，再别说了，放水呢。喂，这把让我大哥输出，我去耍剑。下把我们再来一把那个盖伦，那个行不行？我发现，我想了一下 ，OK， 我选的英雄有问题，我应该选个魏，盖伦加魏，因为魏可以锁头。而杰西却没有控制，虽然他爆发比较高，而且魏爆发也不低。我出的鞋子，我第一时间就可以撵人。OK。哎，大哥！快救救！快救救！怎么人没了？我会保护你。嗨！你吃了，我会保护你。我把他们卡在这儿。我跑得还比他快。可推。恶心他。好嘞，你去，好，我去恶心那个，我跑得比他快。我帮你挡着。他撞不了你，他撞不了我挡着，我挡着，我老恶心他。哇，我出这鞋子有什么问题？我移速比他快，我巨恶心。攻击造成持续三秒缩小射线、哎、哥们就是鸡鸡小子，鸡鸡根本没啥好说，哥们就是鸡鸡小子，鸡鸡小子哥们没办法，哥们就是鸡鸡鸡小子，就是我，不管技能 CD 只要跑步。如果有专属司机，我们俩将是无敌。专属司机哦，我带着你的那个吗？对，你在那边读，我都不用放技能，我就放 E 就行。OK， 我不要技能级数，我要移动速度，我要移速800。巴里奥怎么那么多血？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要的是什么。
你走。得杀拉克斯啊。后面我就吃果子。好吃。哎，他这个嘲讽好恶心啊。这拉克斯。哇，他也躲在他爸爸，不是，他也躲在他兄弟的怀抱里。拉，不是，这好温暖，怎么这么多血呀、啊？他一千滴血、啊。对啊。下流点了什么天赋吧？嗯，心界躯体。给一千滴血，造成伤害降低百分之十。我的乖乖，好猛啊！哎，我这个缩小射线咋不触发呢？好像。坏了，没钱买东西。我也没钱买东西，我让我买。你不是也鞋的吗，大哥？哎，我可以再买个这个。不是，我出不了鞋呀。不是，你第一个装备咋没了呢？我第一个就没买。啊？你买一个，你咋不买一个呢？你买一个呀。我没想好我买哪个，就没买。为什么？这俩咋打？这硬打。好啦，好搞！哎，我毒没开，我大没开，我急跑，我巨恶心，我不让你们去舔我大哥，我一记背背，不让你动，你难不难受？注意点。来，哥们还过来追你，你吃果子，我也吃一颗，我也吃一个，我再吃一个。小毒撵着追，小鸡跑快的，你吃一个就让你回来，他不让你吃。我 A 他一下，让他变小。好爽，虐这种好爽。缩小射线不能触发，太难受了。是你的为什么？因为我得平 A， 但是只有平 A 才可以触发缩小射线。不一点是干啥呢？等死，等他技能呢？哦，把他打出去，哎，能真的赢？不、哦，说这个错没错？每个问题都是、哎、未来冰晶结账。我技能有极速啊。面具吗？别冰杖，冰杖啊！我帮他撵着，我不要输出。我等会就是大狂徒加大肉杯。我们得需要一个冰杖。这个、冰杖撤退！还不还？你还不还？你还不还？你还不还？看起来我得亲自上场。我挡着，我挡着，我挡着。好，你挡着，你挡着，打不了你。我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我也被缩小射线了，根本没机会近身。我出哦，我出啊！哦，我要出减 CD 才能够。嗯，没事，下一件你出减 CD 呗。下一件来个减 CD， 来个星界驱驰，35 CD。我出大面具，我要出兰德里的折磨。我孙子的弹幕怎么一直在骂我？我其实我也照猴哥说的出来呀。战地雪橇是什么？上雪橇可以创一下人，你要不你来了，你试试。哎，递个毛，我是主播。上雪橇。
学校呢？马上马上，右边右边，上学校，放他们，你上来吧。哦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怎么个事儿啊？这个得那啥呀？我挡着，我挡着，赶紧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杀他，吃花。一会儿你可以跟他拖，然后把他拖到外面，这边有花。我立马吃。这边有花。哎好，没事，你可以拖着他。没事没事，你拖他一会儿把他背出去。走位。哎，哎，他能回来，给他背住点。我看你怎么来。还有背吗？还有背吗？啊，背给背，坏了！操，也不够。我来个啥呢？再来个帽子。这雪橇车我不会开，你能上去开吗，大哥？我也没开过，好像是右键控制方向。当心，我要讲。右键。下一把可能打光辉他们了。OK， 光辉这个能打。什么的，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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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右键右键。哎哎哎，好使好使，我的乖乖。好，是个肉杯，交给你了。你也没有伤害呀，这肉杯。哇，你这缩小射线好好，它好小，小小的也很可爱。直接法穿棒，等着打不动。完了，还有什么东西捡 CD？ 振奋铠甲。科技枪。面具我有了呀，科技枪，科技枪加那个，那什么女妖，再来个深渊，上车上车上车，哎，这地形好小，不好开车，走，喂喂喂喂喂喂喂。哎呀哈！赢啊！不搁这儿呢吗？人儿。没事没事，我跑得快，我贼恶心。他们俩绝对打我，绝对打我。我再把这个背回来。好背，好背。我再去这里吃点血，不让他吃。好高的伤害！俩傻子，俩傻子从开局看到我们俩就跑。我也极极小的，使用一个技能恢复20%最大生命值。哇，那我这，我一直回血。我操，感觉我拿个这个再买个神话装吧。我给他全换神话装。哎，这车好开啊，过去直接撞。很多战争都是一次命运。哎呀好。
猛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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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猛背，背完就溜溜溜溜溜。交给你了。哇，我满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放一个技能就能回2%的生命值，我可以，我的E技能只有0.5秒，0.38秒。明白，一直放不可能死。我再来个振奋，我操！辉耀，再来个振奋，再来个科技枪。辉耀美德，永霜，辉耀美德，买个美德，美德是哪个？大哥，美德是哪个？辉耀美德买不了了吧？买不了了，辉耀美德在那神话里头呢。神话倒数第五个。我把这个700买了，再去买一个别的。再买个永霜，怎么样？啊？哦，你点了那个神话化身，哦。没事，等我再买假修。振奋不如狂徒。哥们，看鱼速多少？527，我开大。哎，咱俩这把休战啊？对，我们俩休战，狂徒。这也没永霜没用，黄图啊！峡谷制造者，妈的，真的假的 ？ASEDSA32DRA3S， 你不可能骗我吧？云是吧？我先不买，实话，不是就给他卖了，不想卖了，把他鞋子卖了。塔姆，这俩兄弟还能打得过这塔姆啊？又剩这俩兄弟了，他俩完了。打的两兄弟，我来个顶。冰杖不能卖，鞋子能卖吗？鞋子卖不了。我再来个振奋。星野叙事卖不了，不要美德卖不了，峡谷罩子卖不了，卖不了。振奋来完，我再来个蓝盾。5000滴血，哎，你看我过去恶心他们一会儿。OK， 你先恶心他们一会儿，一会儿先开小雪球。哎呦，撞没撞到？你走啊，你走啊！哎，怎么个事儿啊？欺负谁呢？怎么个事儿啊？在前面挡着呢。背怎么个事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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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背开打了一年？怎么个事儿？怎么个事儿？背走你怎么个事儿？大哥，他们说你一直拿老二啊？那不是因为你没来吗？我这回血。你这谁耍的？我自己耍。你自己肯定跟谁耍的？路人，路人，路人吗？路人，路人。那没事了，那没事了，那没事了。